翻译。我有中文。5点，嗯，早上7点半，对，然后我一样坐到3.38，你知道那些超夸张。到了富山站的时候，司机开门，过几秒马上关门，别人还要上下车，他们直接关门。我们刚不是有拍到人家要下车，结果他太晚。你可以去频道里面找我拍。
哈？你平常很多影片？你就找那个五点多、六点多拍的那个就好了。很多了，那个人就尤其是毕业楼。那好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他比较少。先放我最多拍的就毕业楼。中间是不是有两种车？没有，就那一种，就那个型号。10的。101-117。一样啊，可是 R12 到 R7 那个车534公尺，那还是可以。这边700多公尺的样子，准确我还不知道。每一辆的车子啊，就是装量系统是那个列车。高度都一样。什么高度都一样？高运量的列车。高运量。的列车，高运量。是啊，都一样。我觉得是在每秒钟。没有吧，都是一样的吧？就是跟顶多就跟你说那个泄气那个啊，你说会发出嘶的那个声音啊，那个才会让它变低啊。今天啊，历史吧。五到八点，那个科。当然不是只有历史啊，还有其他科啊。那高架连进三月都没有灌那个资料，就看到有人。